在地上弄枪打的不得了，还打疯了一张东西，赢了点五百多。忙了。今天好一些吧？反正还是不习惯嘛，就走，其他地方基本上都还不。我去，你看后头在那儿玩，你知道吗？反正现在就是，你按的这边基本上没得反应，就是右边那边。你看那这个点，还有就是这个腿这个从屁股这个大的，有时候你咳嗽那点疼，但是你要如果睡一晚上的，今天早上起来你可以走半个小时，斜的稍微有点的就麻一下子。如果你白天稍微走长了，它那个就是那个腿跟那个弯了那个螺丝骨后边那个筋还是绷着的。有时候疼的，但就是我说的，你慢慢走啊，你反正是我应该慢一点。但还是走得远了，如果是你走快了，就不要动。所以就你讲了嘛，八筋呐，脚跟勾弓起啊，那个还有啥做啥子又走。这边不，这边就是那个凹凸的杆子，点有点点那种有点胀。基本上不能就还是有一种，基本上都在右边去。
因为有点点疼。两个疼感。你这筋还比较好，比较松呢。这个筋、啊。嗯。松啥原因？松好嘛。不讲。哦，以前练过瑜伽。练瑜伽就是。他筋骨是要那个。韧带啊这些。还是有点感觉嘛，嘎。嗯，有感觉。不疼。这次就感觉，那次就感觉不明显。其实这个，这按摩跟那个太极拳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啊，都是惯了心。所以我按摩的时候啊，就是心意都要惯进去，哦，是一种，不能分。哦，心意下去，力道、劲道。都是一种感觉体会，哦，比如，哎，有摁结的地方啊。瑜伽也是用力，不用力、嗯。对，都是去感觉。哎，老师，你写这个“你”呢，有点详细哦。就是这就写，就准备给大家那个看一看，讲一讲。今天晚上练呢？今天晚上？今天晚上不练了。今天晚上要给娃儿辅导一下，周末了，我那个辅导还做。明天早上练吗？明天早上照常，明天早上还把枪，好久要多把枪。我是2007年跟着这个李老师练拳的，当时练拳之前呢，我觉得太极拳呢，它就是一个老太太、老爷爷他们跳健身操这种东西，感觉没得啥子，没有积极性。格斗可能不能用，但是跟着老师练拳以后啊，我觉得太极拳呢，它是一个传统武术文化中间很博大精深里面这个拳种，它的积极性和格斗性呢是非常强的。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啊，我觉得跟着老师要认真的体会和学习，并不是像这个外界所看到的太极拳只是一种只能打一打练一练，像老太太练那种，我们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一样的可以练，而且积极性是非常强。很有实战价值，但是要掌握方法，要勤学苦练才行。第一次见陈老师就是95年夏天，那个时候我在那个医学院读书，然后就是假期，然后就是到那个成都娃儿医院去，然后提到了想学拳这个事情，然后他也知道，然后他就带我去了。那大概是七月底，然后就带我到陈老师那儿给我引荐。那个时候陈老师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办公室练书法，字写得非常漂亮。然后介绍以后，然后陈老师就让我打一下，因为我也练过，让我打了一下拳，让他看了一下，说那个，对，然后他说那个你的拳还要需要再改一改，然后就给我纠正了几个动作，然后就说那个，说他有个学生金应德，在那个飞机公司那个大门口每天早上6:30在那儿带拳，就
让我到那儿去找金老师全改一改，是这样。然后我是每天我都去，每天早上，然后那个金老师那个时候对我也很好，每天呢就是早上晚上他都带我给我改全架，特别让我感动。就是在有一次就是第二次寒假去成都的时候，然后金师兄金英德师兄就那个时候他就是脚跟比较干燥，就是都那个裂孔血都渗血，他在那种情况下都在给我改拳，带我练拳，给我纠正动作，确实非常令我感动。那个连袜子都那个血都印沁的袜子上，特别。喂，咋去？哦，这人还没得空。看只有明天了，明天下午吧。好，来。我那个时候就是大师兄徐国礼对我帮助也很大，就是每天晚上他也给我讲讲，也给我讲讲拳，怎么放松，怎么练，给我纠正一些动作。哎，爹，准时来。好。走，你这边。我怕有点事。怕这儿去。我这儿有茶叶。你要今天并不多吧？不多，今天可以。刚才那个罗师兄明天中午那个，他那儿那个有几个？师兄又是请假，明天早上我们还是打完拳，然后分时间穿哦，有几个开车，我们坐车去。对嘛，反正车少一点，反正要喝酒，车少开一点，酒还少喝点，天哪，像我这个年龄喝酒不行了。那个时候大师兄对我也有很多关照，不管是拳上还有生活上都有很多体贴。那个时候就是像晚上的时候大概8点钟左右吧，然后就在大师兄家里，然后他就给我改改架子，给我说说那个推手，然后练棚劲儿，要怎么棚。大师兄那个手就很沉重，那种刚开始练的那种基本的那种整体的劲儿那种挑很困难，像山一样那么重，非常困难。晚上到家那个肩膀啊很酸疼，自己要来回的捏一捏，是这样。每天都那么大概有一个礼拜吧，反正逐渐感觉到就好一些了。对，怎么用那个腰腿的劲儿啊，那种那个棚它又不是说那个胳膊这种胳膊劲儿往上去棚，它是整体的那种棚，调的是整体的气，腰腿胯整体的棚起来。还就是那种比如说胳膊，有对方这，对，如果就僵劲儿，胳膊如果不松开不撑好，它僵劲儿，这样就很困难，就很困难。它要是腿立起来，这种，它就很容易就疼，慢慢疼起来。对，这大师兄给我讲这个，那个时候就感觉就有一点入门的那种感觉，有那么一点。对，然后后来在那个老师的那种关怀啊那种帮助下对那个棚劲儿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就是老师讲那种要松软，练拳架一定要大松大软，那种
整体的那种练出来了以后，他就有那种灵机，那个听劲儿啊，整体的那种弹劲儿啊才能出来。对，他就不是用那种硬劲儿局部的胳膊力量，他整体的。我得打一下。喂，哎，推手这个，他讲究一个训练，就是、说那个听劲儿那种尺寸分毫，就是在那个老论上有，就是说尺太极尺寸分毫几，就说听对方劲儿的时候，他有一个。过程就是在受外力的情况下啊，对方来劲儿了，你要走化他，你要顺着他的劲儿走，化开。刚开始你要引他，可能需要那么长，所谓讲的尺，就是你要那么远，才能把对方劲儿化开，这么长的距离。逐渐的听劲儿好了，寸可能这么近就把它化开了，逐渐随着功夫增加。然后就是那个灵敏度、敏感，更进一步的提高以后，然后可能寸分，就化开了，最后达到，看似没动，就一来劲儿就可以走化，一来劲儿就走化，就像，比如说我们走路，踩空了，比如看着本来还有一节台阶儿，自己不知道，以为下面就是平地，那个时候一踩。一下就容易踩空，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还剩一节台阶，自己不知道，以为就是平地，结果一下踩空，就容易崴着脚，就是说太极拳听劲儿呢，就能达到那种，灵敏度，就对方觉得这一去这个劲儿按对了，就一下没了，他就出于那种就是，突然失重的感觉，那个时候就是。发劲儿的时机，这个就是你发劲儿的时机，所以这个尺寸分毫是这么来解释。对，比如说就我们刚开始推的时候，对方给我劲儿，我要这么长的距离划开它，我要这么远的距离，这就讲了尺，所以刚开始都要慢练，然后体会对方的劲儿大小方向。来体会，来走化，运用整体劲儿，腰胯、腿、肩膀要松开。不能说话是不是？逐渐。这是郝志刚，是郝志刚，对，哈，他是那个，陕西西安赵宝太极拳家吴忍堂先生的徒弟，在广元，现在，我们经常在一起互相切磋啊，探讨一些，对，就是，你走，喝点水吧，我来跑点水，好的。忙不忙？不忙，下午没啥事，我就没事我就过来，正好下午没事过来，正好来交流交流。他这个我是从2002年拜到吴忍堂，这个师傅跟前，也是练了有十几年，练拳改架也是到目前为止。在我也是得到我师父首肯，就是也是得到其中三昧的。他赵宝太极拳呢，他和陈氏，他都是他的手型啊，他属于专，他的突出的特点是蚕丝，螺旋渗透延伸，
你禅师就是蒙进专的这个进，他的明显特点，而他的在这个搏击中的话，他善于才打，他是才打合一明三节，就像蛇一样，他这个整个这个练拳和这个推手的时候就像蛇一样，你压住我这个头，他这个尾巴他就会攻击你，你压住他的尾巴他的头攻击你，你压住他的中间他两头攻击你，他就像就是照我太拳是硬如钢软如棉滑如雨黏如标，就是说他也讲究沾点连水，他在推手中的话他的特点是不断地往进钻，还有是他这个步伐是他的显著的特点，他很活，步伐他很活，闪展腾挪，他这个跟这个就是其他的太极拳还有一点差别，就是说他这个实战性啊，很古朴，很直接，他有时候甚至他有些招法了，有些都不是在实战中呢都不是很能用，因为很容易致人伤残，所以说实话他比较古朴，因为赵宝拳尤其是第七代宗师何兆元，他是在这个陈清平跟前出来以后，他到部队几十年改造出来的这套拳，所以他很直接，他的招式很直接，就是赵宝拳的显著的特点啊。这个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仰视打拳也讲沾点连水，但沾点连水的话在赵宝跟前也是沾点连水，但赵宝拳跟仰视的拳的话他就是叫缠，不断的缠，让对方陷入天罗地网中。而我们仰视啊，包括其他的武士啊，从仰视发展成后来的这几派啊，他都是讲究的是沾点连水这种说法。而赵宝和陈氏他是以缠字，螺旋缠丝的这种绕线叫必思扣这种特点。所以说我们仰视拳在推手的时候呢都是就是像一个庞大的气球，巨人的力举巨人，不要让人攻入进来这种特点来弹发出去。那么如果仰视是做盾的话啊，那么赵宝他就像矛一样，因为他从手型上，你要仰视他仰视的手型是吧啊，不管手型啊，你看手型啊，他始终是这种就是一种圆圆的这种庞的那种感觉，但赵宝和陈氏的手型就能看出来，是手型他是钻的，他的龙头要求，他要求不是这样的仰视合一的，他要求是反的，这个劳宫穴外凸，从这个就可以体现出他的积极特点，就是不断的往进钻，不断的往进钻，利用三节，就是人体的三节，不断的就像想方设法在推手中得机得势中往进钻，来打击对方，这是他的特点。就是我因为以前我一直练赵宝啊，练赵宝，我当时在南河体育场的时候，当时我来的时候，我不是给你推手啊，那个时候呢，因为对仰视太极拳不是很了解。不是很了解，因为总是在别人听别人说仰视太极拳，说积极性不强。当时呢，来到这边的时候呢，是英哥带过来的时候，跟你推手的时候，那是五年前推的时候，感觉到在跟你推手的时候，就不像我跟我徒弟之间推手打得那么顺啊，就是总是比你，很快的化解。用仰视的这种积极方法，把我的这个破掉。当时我就很疑问，就后来就借助仰视太极拳，这个你给我讲了很多东西以后，咋是通过这几年我练仰视和练赵和主攻赵宝的时候呢，
找到了这种共同点，实际上发现练到一全练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他就会走入相同的境界，在某些方面的处理实际上是一样的。对，实际上在我练赵宝这个第七年的时候，我当时在部队转业下来，我当时在公园的时候，因为我还不知道就是刘老师这边养师这个师傅的事，我在公园，包括带徒弟，基本上打得很顺，用赵宝的方法打得还是比较很顺，啊，总认为挺无敌的。后来就是说，因为杨哥来介绍我到这里来以后，跟你打了手了以后，五年前这个一打手以后，本身我能打的时候，打不就是用赵宝的打法不良了，打不出来，我就引起了我的深思，就是他就是仰视太极拳的这个积极特点了，就引起了我的很多的思考，我就在想。这个不是，我误解了杨师，不是别人说的杨师太极拳的一无是处，说的只是说是健身，就是尤其是，我像赵宝，他一直往进钻，就像矛与盾的关系，但碰到一个杨师的高手来说，钻不进去了，你钻就钻不进去，他处处他滴水不漏。就是这种一种感觉，后来呢，所以说我就后来多次来向你这里请教交流，你也给我讲了很多仰视的精髓的东西，就是在这一方面极大地弥补了，我当时对太极拳的这个一些不足的方面，但后来我还是并没有放弃赵宝，因为我师父毕竟他也是一代大家。还是按我师傅的练，不断地吸纳杨师的东西，后来我练到就是经过我师傅的不断地改拳，又练改拳又练，又过了五六年，才发现，实际上一样的，实际上一样的，杨师就举个例子的话，我当时因为杨师就是杨师推手方法，照我了推手。我们养赵宝的推手方法就必须要这样，就是手要反翘，接手反翘，我们养是以大手，它是属于这种，虽然这种表面的现象啊，看上它是有分别的，但实际上并没有分别。这个原则啊，就是我来介绍一下啊，你看它这个本身，假如按照赵宝的这个，他这个这个推手方法啊，你看他手是反翘的，他反翘的话，他就会造成出手对方就偏，因为他反翘的，你看，他反翘的。但是如果仰视不是这样子的吗？他不是旁手吗？如果你看我旁手，如果远哥是反翘的，你看我一大手就背的。但是后来我跟吕老师交流了。跟吕老师交流了，但是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虽然仰视是反翘是这样的，但是他的我们是从这个肘到这个手是一条线，但是仰视是虽然这个地方膨出去了，但是他的肘到他的这个腕，他是这条线延伸着，是一个延伸着的。所以说这个劲上他就站不了。实际上你看，虽然说是反，假如说我是这样子教练，假如说你看我这样，你看他是这个领域，往着这条线里延伸的筋，他有这个筋，只要有这个筋的存在，实际上对方就避不了。我就会感觉原来实际上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仰视一个他捧得好，他把这个筋延伸的筋延伸出去的话，你是进不去的。对，所以说如果这个延伸筋如果没有，他只是手一弯。如果手一弯，对方如果这个延伸的这个劲没有出来的话，他只手一弯，你看，赵宝就攻一个这个就毙了。但是如果他这个劲延伸，劲就出来以后，你这个地方，我这个地方我就毙着了，我就是要必须靠两外的动才能化得了。
对，所以说他是这种情况。对，就是、所以说，哎，那时候讲就是说，哎，对，给那个球面的外面，哎，对对，这个沿着这个进，如果有的话，你知道吧？你这个地，你就打不进去。对，如果我在下面的话，这样的。哦，我就背了，哎，对对对，这样对，就把这个球的里面，这是一个球的外，这里面就给你了，哎，所以我就直接，我就在这个地方就进了，这对方这样的话他就哦，你就在这个球的外面哦，他这个就是说，仰视的话，他的就是他的特点啊，我就跟我的感觉就是，他在推手中，就是从脚到这个整个身体，它有一个膨胀的劲，就是一个这个重庆那个太极拳名家叫张志军，陈氏太极拳的名家呢，他说随正就是随正随就处于上方，随扁了随就要造，就是始终在推手中始终有一个膨胀的劲，不管你画还是发都有一个膨胀的劲，尽管你花的时候你的膨胀的劲都要有，哦，就是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赵老拳啊跟吕老师当时交流的时候呢，仰视太极拳讲腰讲得多，讲蹬胯就是说好像讲到要稍微似乎少一些，尤其在教拳，但养以腰为主啊。但赵宝太极拳的话，他讲腰就讲的偏少，讲蹬胯讲的多。我当时我们师傅吴忍堂他教拳的时候，他就像那个抱着婴儿一样，抱着小娃娃一样，他这个手他死死地扣住你的蹬胯，必须用这个折叠你的腹股沟，用懂得这个腰胯，这个蹬胯是赵宝太极拳的天机，必须动蹬胯。但是后来的话，我就用蹬胯走，我自认为，哎，我掌握了秘诀以后噻，我跑吕老师这边推手的时候噻，我一动蹬胯就给发出去了。哎，举个例子啊，假如我跟吕老师在推手，哎，假如吕老师想我动过来以后，你看啊，我动蹬胯，你看你就把发过来，你看你走，我一动蹬胯，就是动蹬胯嘛，哎，或者是什么，哎，我一动蹬胯，哎，你就给我弄过去了，哎，实际上呢，这个呢，后来我就引起了我的思考，后来我请教了我师傅。实际上腰和蹬胯它是不分家的，实际上将偏重于讲腰不讲蹬胯，它就会流于这个打拳的时候，就是这里死板一块，这里死板一块，靠这靠拧腰，靠拧腰，如果说单讲蹬胯不讲腰，就会造成这样，就长这样。如果懂得了我们这个腰胯，这个它是一个整体的话，就是按照我们那个太极拳叫三道七圈，哎，三道七圈的根就是我们这个胯根，胯和腰这个连总一体的话，把这个弄动了以后，它仰视和赵宝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哎，这个就是太极拳的之精髓。练了多少年的太极拳，公园里面练了拳和真正像我们这种练拳的区别就在这一点。如果公园里面的练拳那老太爷老太太些练了几十年，如果懂得了这个那绝对是高手，但是他们往往就不懂得这个。对，哎，就是这个都是共通的。哎，实际上你跟吕老师推手的时候，虽然他不讲没有讲过蹬胯，但是他跟远哥推手的时候，他这个你们两个推嘛，你们两个假如说哎推嘛，
推，你慢慢推，你看啊，推，你看它这个地方，它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动了的，实际上是动了的，你看它这个实际上是动了的，哎，看到没有？它这个实际上是动了的，它实际上是动了的，看到没有？它并没有它产生好听，它并没有说哦，只是这个拧腰，实际上它还是这个地方在动，只是我们那个表达不同。古人那个表达，他仅仅说，在权论中叫，以腰为轴，一名源头在腰膝，颗颗流心在腰间，一直讲腰，一直讲腰，就引起我们后来的人，包括现代一些，当代的一些太极名家，他都说腰，都误解成这一节了，是真正的腰了。是腰垮，这一个阶段，就像我们一个惆怅一样。如果懂得了这个旋转，懂得了这个旋转，你就，它是你能不能登入太极拳大门殿堂、神圣殿堂的一个标志。如果你懂得了这个，尽管你推手可能还有点生疏，但你进门了。如果你不懂这个，不懂这个，你就是推手，你推的再好，你打人那个，你是靠技巧，你是靠蛮力，你是靠熟练把人打出去，你不是太极拳。对，他这就是立体。哦，立体，各个方向随时都可以。对，他这个地方的变化。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一个盘抽场，它并不仅仅是平转，并不仅仅是平转，它是就像一个这样的变化，哦，它是一个这样的变化。啊，刘三，哦，刘三，这个六点多了，我就走了。好，今天也走了。好，有时间就过来。好，明天有时间我们推送。先蹲。好，拜拜。那人家稍微先过去，好好好，哎，慢点。Thank you.
到膝盖，嗯，拥抱了。我们请吃什么？我们去一个小吃店。吃啥？你刚炒嘛，反正准备了就炒。准备了就炒。这位是我的恩师陈龙香先生，这是师母李敏娣女士，这是在2008年春节的时候在青城后山拍的雪景。这位是姚成光先生，这位是姚成荣先生。回去交钱吗？啊，你没钱吃。啥时候回来了？十点过就回来。要带啥子吧？不带。不带啥子了吗？嗯。你把东西摆好。捏了头沙发，空的不明显，肯定是长人摆的，摆的那脚快呀！不看你妈，咱们不安全，这是。哦，他打低一点，标尺打一点。你打的烟是那个啥？听得到。声音多好。声音有点变，是吧？不是他的意思，就是室内声音有点疯狂，有点回音，不要说声音了，那声音了。开始男女，就是啦，男女，男女在这儿放过来，放，特别新潮。
挥手的时候注意放松，沾点点水，注意腰胯，沉肩，把腋下要绷住。注意弓步后坐。行吗？用腰，不要用脚顶，沉肩。今天有好，这个工作他都不在了。卸下对方的劲儿，然后就借他的劲儿，哎，左右，他必须那个一换一来，他一来一松就起，一松就起，啊，不能硬硬的，不能说硬硬的这么起，一松，很轻松，哪怕对方整个身体压过来。你很轻松，就起来了。嗯，你说，老总嘛，我呀，先可以退休了，继续。也是。
么意思？好孩子。太太。太极这里面啊，就是有拳剑刀枪，这器械呢有短兵长兵，短兵就刀剑，长兵就是大枪，太极大枪。这个器械呢也必须要有拳的基础，因为它这个都是以太极拳理这样来进行一个练习运用的。所以就是说你要没有太极拳的基础，那么手上拿着器械就容易越练越僵劲儿，所以要有拳的基础松软以后，拿着器械先练刀剑，然后逐渐也要在那种放松的状态下来练习。对，这个剑呢，它的特点啊，就是老话讲剑似游龙，刀如猛虎，就是剑走轻灵，刀呢气势那种雄厚霸气，是这种特点。
我大概跟了陈龙香先生，师母李敏娣女士，学习拳架，大概3年以后吧，然后才开始跟他们学剑，基本上又过了3年，才开始练刀。对，那个老师对我们这些，学生那个谆谆教诲啊，这种敬业精神，确实，非常使我们感动。这是除了技艺以外的一些老一辈武术家的这种敬业精神、尚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我的武术启蒙是在北方，因为那个时候家里住在东北，所以那个时候在北京有幸认识了义拳的传人姚成光、姚成龙先生。通过他们，我就对那个武术传统的武术有了一定的认识。姚先生他们就是对在教我站桩的入门的时候，非常敬业。一个桩子，姚老师站那儿，不停地讲，那么一个小时，不停地讲，不停地，对，让我触摸他的身体，讲讲为什么要这么动，为什么要这么动，为什么要这样，每个地方让我摸头颈，肩啊，手啊，腰胯，脚，为什么这么动。讲得非常认真，非常让人感动。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的就是这种武术，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这种认识吧。就是这么，我的武术就是这么开始启蒙的吧。Thank you.
OK。在做玉米吧，在摇。走，你走，抬起。哦，对了。哦，这个枪骨啊，这个枪骨是你不能捏得着，一定不能把这样子个筋才能损到枪尖儿的。你收松的时候干。这个是唐叔叔，哦，唐志成，哦，也是老拳师，跟了我外公赵炳伟，哦，练拳，哦，老拳师功夫很好。啊，最早啊，
有个疗养院办了个教过的英语课，但是一般坚持练的人不多。像我们赵老师了的话，他的原先是跟着那个李亚轩了的是那个李老喊的是老先生了的是在成都那儿去。开头的时候他还是属于啥练，喊的如何类似的，喊类似的。他的这个有个颈椎，这个颈椎有点不那个抬不起。过后的时候，他等于跟着李亚轩了两个人像朋友一样。过后的时候，就是喊他来跟我没事了啊，跟我练下太极拳，对你可能要好点儿。过后的时候，我们那个李老师了的时候，跟他赵老师等于说又说朋友师徒形式。过后的时候两个接触了，就慢慢的跟开始练。过后练一段时间，我们老师感觉哎，颈椎啥子就好多了，就那个了。他就不晓得啥子，一会儿推手哦，一会儿练啥子散打，他根本就没那个指头练拳。过后的时间呢，有好多就说了啊，教啥散手啥子，他说一般没那个推手都没学过。过后呢，李老师没事，让他们很好，关系好，晓得吧？就和不一般的人呢，也说了师徒当中啊，又去高过一切，摆态很随意。时间过后的时候，我们老师呢没事了，就经常在一起。学了吹手啊，做啥子一般的。像我们老师摆的，我们喊的是他老师功夫好。和他的时间弄了过后的时候，没事了的话，两个推手推走了过后就散开。散开过后的他总的来说是，我们老师说，哎，他个东西了的话，你去看了问到他都不跟说。他在两个推一推的时候，看到一弄了过后了，往你身上一来，你才在往后退。退了过后呢，左退右退，结果呢，看到的那个他离地了的话，跟着你来了，那个悬到空地形式。过后在他身上一发劲一弄了过后，过后呢，他就直接往后倒了一个。过后的时候，他跟他说，他老师呢就一下退过了落地，一下往后退了一步。过后他就问他的时候，老师，说你这啥子功夫？结果老弟说了，他咋样说？这啥功夫啊？这就是一样的吧，太极拳嘛，有啥功夫啊？他那个弄了过后，离地，我往后退，你咋跟到也在往来呀？我往这边，你也跟到这边，你没落地，他哪有那样？又不是啊，飞鸟又不是雀雀，哪有这事？他不承认，知道吧？因为啥？他是说的是那种啊，很玄，啊，看不出来，你一般说说不那个。像他说平时呀，两个喝水，这个杯子。你那里是一公尺多的，坐到那儿水一喝，顺便一泡，那个水了的话弄了过去，平平稳稳的又不很浪，就是这样子，功夫就是这样子。来说说的话，一般呢，像我们赵老师说的，他的功夫已经说什么，高于一切一般算了个。好多的时间呢，喊的时间呢，与人之间他说根本就是打人做啥，叫你那一般的不感觉。不，因为啥？他打的是头劲。在赵师哥班，他说原先那时候，有那的时候好多瞧不起泰拳，在成都来，因为他这个是外地的，他是外地到成都的，要想落脚不容易啊。来成都那个地方，各个拳种都有，他那里个泰拳呢，根本一般不那个。在一次摆摊当中，都是做到这比较好的，都是带好拳，都是练的好的，我就摆。一说一说的时候，就有好瞧不起那个泰拳了。那个太极拳好，好看，像跳舞形式一样。你要说跳舞吧，它又比跳舞又慢，但是看起来优雅好看。然后就脑壳摆下子没玩会儿没用。结果那的时候呢，李亚轩都还是年轻气盛啊，这可能四十多岁吧来。过后的时候没开枪，过后又在那儿了这边了，他又在那儿又说起那泰极拳。好看没法用，哎，说两道过后了的时候，李亚轩呢有点不高兴了。过后了的时候，一弄说那个，一下就站起来了，做了个姿势，一弄了过后一下，随手没法用，告他。这个我一拳头一断，这个手一弄了过后，对方离他还有喊的两公尺的样子，对方那一弄了过后，不告，就给他直接就说不告，有法，有法。过后了，这边人家就去问了啥子？哎，你在那儿说的那么好听，那个么那个的声音说太极拳，
好看也没法用，你在这说了一阵子，喊你告你咋不告啊？那有法告？他就跟他说，他个东西他就是我还不那个，他是拳头一顶到就顶到我这胸口上，我手一用到还在后头样，那有法去告？也就说实话，这个东西说啥，他也是说你啊，现在你是那个功夫已经说说踢出体外，一个弄了个对方就感觉承受不了了啊，还不能够说打告啊打。我就用老师在分析，就说他说那个是吧？因为老师呢喊你是啊，军医大学生嘛，知识分子啊，他就在说，他说功夫好，这是一个，再一个，啊，你老师的是那个东西一站一弄个气势把对方吓住，啊，气势，那个太拳呢不那个了的，一般呢看不出来，甚至于那个用那个气势把对方呢压住了，对方就感觉承受不了，不来。哦，跟气势有关的。你这就是说全都是有劲，他光有劲过来很自然的啊，交代了多少个我碰到一个你看不到就捡了这哦，随到起这腰看到这个先做过，所以你要习惯了就感觉没有好大事，要不习惯了，你就感觉一下手干了，哎，手就干了，入了，啊，所以单腿就是慢慢那个练习，画圈子哈。我那个是那个摸把子，这个。在现在分六大门派，这个陈阳孙武赵这六大门派，虽然全是不同，但他们的内涵、他们的文化，它都是一个根，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这个文化思想里面在拳术方面的凝结。哦，它包含了我们这个古人辩证唯物主义在这个拳术方面的一个反应。在拳术上，它不仅仅是一个拳，它是一门哲学，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它非常之优秀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作为一个传统武术的习练者，说心里话，使命感非常重要。太极拳六个门派一个根，我们作为这个传统武术的实践者，一定要把这个中国这个优秀的传统武术把它继承下去，发扬下去。太极拳是一门优秀的中国传统武术，武的含义并不是放下刀枪不去战斗，这个武字的指不是停止，而是脚趾行进的意思，是扛起刀枪去战斗，与时间战斗，与生命战斗，与人生战斗，与自己战斗，我想这才是武的含义。
和真正的上古精神。